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内文。一般我那个科判我都把它下的比较细了，下的比较细，所以我是建议各位，然后我们那个导师的原著了哈，要可以对读，应该对读了，因为下的科判细，有时候它可能我们会割裂开来，割裂。有时候文脉会阻断，而且有时候我下的科判不单单是有可能会错误，会下的切的不好，所以科判看那个之后呢，导师的原文也看，希望能够科判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对导师的原文能够看到更多东西了哈，所以如果要看这份讲义，可能要有一点耐心。那以前啊，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对于导师的著作能够更有能力看到更多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一个那个大善知识请在我们自己家里了哦。所以在我们任何的时候，不管是快乐或者是痛苦，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晚上。只要我们愿意的话，都可以，因为大善知识在旁边，都可以随时来看，再来翻它。一般的，我先说一下了。我们一般的那个的行文著作当中，我们的每一段的第一行都会空两个字嘛，所以我们看这里有空两个字，对吗？所以这个是在导师的内文当中是同一个段，就一个段落了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对吗？因为他这边还有空哈，后面还有，所以接下来看，这里就前面没有分了。就没有两个字嘛，没有空两个字。这个在导师的原文当中是同一个段落，同一个段落。那为什么把它分呢？因为我觉得这样分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家一个一个的抓到它相关的一个一个的那个论点出来了，所以我把它分了一下。那至于我们再看一下，像这个一样哦，类似一样，前面没有空两个字。啊，这里好像有分了哈，有分，至少它的空格比较大。啊，这里一样没有空两个字，这在导师的著作当中都是同一个段落了，同一个段落。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那就我觉得说这样分，我们来理解导师的著作会比较容易理解。啊，自己有时候会分不好啊，我有时候我自己看的切的也不太好。各位这个都可以，各位如果先依着这样来看呢、啊，看过之后各位觉得不合理，这个都可以改哦。包括这个科判都可以改，这个段落各位都可以去分，但是假设都可以去改它，但是假设在导师的这个你就不要去改它，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跟前一段去合在一起了哈。好，这样我们来看，我刚才说到，你看呢，像这个不是有空一个字吗？这就在导师著作就是这样，这个也黑底字也是导师的，这个它有导师有空的意思哦，就表示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呢，所以在这里在或概论，这个导师都有这些黑体字，我都把这个列成一个科判，然后一个科判。好，我们看出世的德行，出世就是出世间的德行了。出世间的德行，我们说佛法的出世间就是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是出世间，大圣不共法呢？大圣不共法也是出世间，都是属于出世间的哈。那、啊、这样有什么分别呢？如果说三圣共法的出世间，可以说就是出世间；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呢，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我们可以说到那个三圣共法的出世间，就是偏真知。如果说偏真呢、啊，就偏出世间嘛。如果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是真实无碍的嘛。哈，如果三圣共法的出世间比较偏。他就超越这个世间嘛，所以偏真，真就是出圣义地，真心就是出世间嘛，俗就是世俗地，是世间嘛。如果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那就是真实无碍。
好，这个初次见德行是一般德行的圣见，就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一般人的德行为基础而更进一步的。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天行呢？因为佛陀为了普及大众嘛，见相解脱，所以有依着人生正行而向解脱的人天行。我们看注脚三，这就是成我之道的无生过我章，发真上身心修习生人生天的正常行，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无生过我，也就是佛法当中的共下士道嘛。这个，所以这个名为无生共法。好，这里我想跟各位这样，在这里我想还是跟各位说明一下了哦。这无生共法那什么意思呢？你看底下说修出世的三圣法，虽不求人天果报，但是不能不具足这人天的功德。例如从台北到新竹，虽然不一定要从桃园下车，但是一定要经过桃园的历程。那在这里的譬喻就是桃园就是无生共法的，就是人天行。那如果是人天行，他就在桃园下车了的，依着人天的方式，修真正身心，因为他只要生人天就好嘛，所以他会在桃园就下车。但是如果修出世嘛，他还是没有在桃园下车，因为他到台北嘛，但是他还是要经过桃园的历程，也就是说他要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了。他不一定要用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他。他可以用三圣法的方式来修他。但是他还是要经过桃园的历程，也就是要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啊，如果说以修生人间天上为目标，就是人成天圣，他就是在桃园下车了啦。台湾下车，所以这个是佛教的共世间法，就人天法嘛。但是虽然是共世间法，但是它还是胜过一般的那个世间行，就是一般外道的那个外道的，或者是一般人间，就世间啦，人间正经的人成或天成，来在佛法是胜过他。那佛法并没有说生人升天非皈依三宝修佛教的人天行不可，可是皈依了三宝而修五圣共法，不但更稳当，因为在三宝当中修五圣共法，不但更稳当，而且是进入佛圣的大门。500优行的前面的那个100优行，我们假设说100优行就是人天行了，就是已经进入佛圣的大门，因为他已经进入500优行当中的前面的嘛，所以只要圣见就可以直入出世法了啦。反之，如果信其他的宗教，虽然也能够生人升天，但是因为没有在三宝当中聚集善言，或者有可能是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固执，例如宗教的成见了。因为他修，比如说修那个基督教，他一定他就不信佛教，而不信佛教，他基督教最多人天的功德嘛，所以他反而对于从依着人天法而进入出世的大道，不但不能贯通，反而是庸塞了。修那个他那基督教，他反而对于圣境到出世法而言，因为他基督教他只有人天法，他所以对依着这个人天法出世间，那他反而是拥塞住，他不能够，不能，他反而会障碍住。啊，但是修佛法就不一样了，在无圣共法当中，不但更稳当，以佛法来修更稳当，而且他是能够更圣境，所以老师的无圣共法当第一个记诵，你看修一正见即修一正命，圣境不为难。圣境就是从五圣共法到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好，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我在这里还是想再说明一下，就是
这个的说不必在桃园下车，但是一定要经过桃园的旅程。这个就是五圣共法，它就是人天，它就在这边下车。而如果修三圣共法呢，三圣共法它可以用三出世出离心来修三圣共法，他还是他不一定要用五圣共法来修，他用三圣共法的出离心来修，他还是要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所以那个五圣共法就是五圣都要有的法，五圣都要有法，就是你看哦，像那个三那个五圣共法的布施、持戒、升天，你那三圣共法还是有啊，只是说他没有把布施特别提出来，但是他是自他和乐非常重要的，他就可以设在戒，对吗？还有持戒、升天、那禅定，那在三圣共法当中都有。那大乘不共法更不用说了，布施摆在第一位，对吗？那个持戒，那个大乘持戒要三句境界，对吗？还有那个升天法，那就是禅定。就是禅定那个波罗蜜嘛，都可以设，但是它有广狭的不同啊，发心的不同，所以它是能都要记住这样的因缘的，所以你看那修五大乘不共法的，它就能够依上能够设下，依上能够设到下，而且呢它不碍于依下能起上，因为依上能摄下之下呢，他还是一样，他能够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而且呢，他一定在相依相成当中，他一定有次第成就嘛，所以他一定是先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然后再具足三圣共法的功德。例如导师在《从我之道》当中，不是有那个记得三层吗？三层楼。一样啦，我们说修大乘不共法，依上能摄下就是那五百由行，五百由行就是一个难度。我们在修那个大乘不共法，尤其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这一部分，就已经就走向五百由行的这一条大道，对吗？就是我们的蓝图就有三层楼，就已经有蓝图了。有这蓝图，但是我们还是，所以他能够摄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直入佛道就是这五百由行。但是，虽然这个是，所以大乘三心能够摄五圣共法的三心，三圣共法的三心嘛，同样摄得，但是会次第成就，就是第一层楼要先成就。所以五圣，我们人都做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出世间嘛。那所以我们在修，在去让净化我们身心，净化我们身心的不单是善心所或是不良心所，善心所的善根的增加或是不良那个不善心所的那个减弱，不善根的减弱，这一部分都是会先会在同样的不离世间和出世间的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成就一定是会先让我们变成一个是堪受大法的，就是人都做得好这一部分的，会先成就，对吗？会先成就他，所以会先成就第一层。虽然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就是都会相依相缘当中去净化世间，净化出世间，但是在净化世间、净化出世间相依相成当中，我们会先成就，相对的先成就五圣共法。就像说我一个蓝图，就是三层的我都同样就要五百由行，就这一条路。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我二层楼的功德我有记住，就好像出世间的功德我有相对的成就嘛，但是世间的功德我也相对的成就，但是一定会先成就，就是会先成就世间的那功德，就是我的烦恼啊，我的烦恼一定会先让我那个世间的烦恼呢先降服，然后才世间烦恼降服之后，出世间的烦恼才能够渐渐的降服。同样的，这个都是相依相成，但是它先会次第成就了。所以一样，所以这部分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乘不共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的，只是顺带跟各位说明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依着人间正行而向解脱的人天行，会有这一部分了，因为要普及大众。
包括世尊跟心亲近世尊，那也不会马上说到出世间吧，先说端正法。端正法就是那个，就是端正我们在人间正行这一部分嘛。好，包括这个佛弟子还没有解脱之前，还是在要常流转在人天人间天上嘛。外道佛法以外的常人，如果合理的德行也能够生人天，所以大体上是同一世间行，但是还是有不同，对吗？大体同一世间行，佛法呢能够依着无生共法，然后渗进到出世间法。好，大体同一世间行，所以那个世间德行，所以是同一先来的听众，总是先说端正法，就是这个说施说戒说升天法。好，关于注脚这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本文能够更理解它，或是更深广的内容，可能会在注脚当中会帮助到我们一些了。那如果刚开始看不太懂，就放下，就不用看。我一般在注脚当中，我一般都引着导师的其他著作当中有关于这一部分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必要，我才有引经文啊，在这里就有引到经文，因为导师在这篇文章当中，蛮多在内容当中具体的事项都引到这个经文，所以相关的，因为这里也会牵涉到他的那个具体事项，所以我把它相关的也把它引出来。好，第二个就是会说到真上身心的人天行。所以这个人天行是真上生的了，就是佛法不单单是为了就近乐就是解脱乐嘛，解脱乐就要出世间，或者就是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不单单是为了这个，而且为了现法乐、后法乐，我们就会知道了，就五乘共法。所以要真上生的那个人天心情，或发真上生心，修真上生，能够真上生的那个德行，那就是三福业嘛，三福业。那为什么会说到在世尊时代啦，一般人或者要求人间的美满，或是要求天宫的，或期盼天宫的富乐自由。那相对这个啊，我们现在一般人也是这样嘛，一般人也是这样，希望人间圆满，希望来生呢，人天生人天呢。但是佛法依佛的真意来说啦，是天上不如人间，但是随处方便，尤其那个时代也说升天修行，因为那时候印度那时代嘛，印度那时代，现在不是像那个印度那个时代啦，所以导致了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去现代那个进步时代的话，那个升天那可能会变成让人家说是迷信，依佛来讲也是一样，天上不如人间，所以那个时候的水主方便说升天的修行。希望我们看这些文章，我想这一部分的那些义理、那些道理，我们都很熟悉了呢。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更深刻的去思维它。我在一般这样，如果很快的看过去，我们很难在。都会用我们以前的知见来去理解这些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惜不能够深化它，然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能够产生一种信心，很难，不太容易。信心就是那烦恼会降伏，对吗？烦恼会沉淀，会对我们的目标会有那个明确，而且生活在那个有信心的生活。那个宗教生活一定要有信心。我宗教啊，这共世间就是共宗教的，就是宗教的特性就是有信心。但是我们那个佛教的信心是来自于正见，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闻思过程当中，不要很快的说这个知道这个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那个都会依着知道的话，就还是以前的知道。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依着现在的能力，现在更有听闻佛法的能力的这个时候呢，对以前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呢，我们要恭恭敬敬的一次一次的，好像第一次听到，好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因为我们现在的闻思的能力更高了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依着现在的这个闻思的能力呢，能够体会到更深刻的。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从深的会往闻慧的方向前进。那力量闻慧成就的话就信心成就，目标明确。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的那个安定力就会特别特别的好，能够生活在信仰的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是生活在三宝当中。希望这跟大家共勉了、所以关于一些注脚，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更去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更深刻广大的内化这个。好，接下来就会说到是印度宗教跟佛教人天法，具体的人天法的对比了。神教呢，迷信的祭祀、祈祷、咒术，你看这些都把那个把那我们先好，这个都是这样的。我们看佛法呢，佛教就是关于自他和乐的思跟戒，对吗？还有怎样呢？就是净化自心的定，主要是四无量。一般神教的道德就是神的道德，祭祀、祈祷、咒术都不离开神，对吧？迷信，所以他们的迷信生活，他们的那道德生活，他迷信的，他神的，你看神的道德完全都不离开神，对吗？但是人佛教就不一样，佛教说人类的道德，人类。所以一般的宗教就是神的宗教，只有佛教是人类自己的宗教。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好好的思维，这有这么好的法义分析的这么的清楚，让我们自尊自重。或者我们一不小心就往天上看，都离开自己，对吗？离开自己往天上看，在这里就看到只有佛教是人类自己的宗教，只有佛教是人类自己的道德，一般的宗教都是神的宗教，就是神的道德，依着神，你看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要爱世人，等等的，像类似这些啦，这些我们一定要充分依着佛法的义理，把这些人要离得清清楚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是佛弟子，我们能够在三宝当中修学佛法，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到它的难能可贵。在这里，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是太有福报了，能够学习佛法，太有福报，也太有智慧了，对吗？好，这些其他的呢，那注脚我们就各位看吧，尤其在那个，因为特别，你看注脚八也会说到，你看注脚八、注脚九，希望各位去在。依着现在我们的那个佛法的知见提高，佛法的一些经验，对于佛法的一些修行经验，我们提高之后，再来看一下那注脚八跟注脚九，希望对于我刚才说到，我们能够对于佛教跟一般神教之间的根本的差别，能够更深刻去体会到它，而能够在这个地方呢，依着我们的人类的宗教意义，什么不满意自己。就是这样而已，也不满意一生死掉就完了，而来推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就能够真正能够自尊自重，而不会得少为主，也不会有什么慢心起来，然后在佛法当中呢，很踏实的一步一脚印的从容的走下去。你看观注脚九会特别说到那个一般的神教当中的他的那个他的特色了、你看人形人人形，你看那个这些，然后会
会包括世尊啊，世尊，因为世尊在身在印度人间嘛，他还是要适应这个，所以有些色体还有些布施的这些内容。嗯，我想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都应该以前都有看过了，只是说我希望能够把那个本文当中的相关的去做一些连结，然后更深刻的了解它啊，然后接下来在各个在看到导师的同个议题的不同面向去说的那一部分呢，能够去融会贯通啊，然后深入我们自己的内心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好，接下来想说了三福那个人天行的端正法。好，这个我们刚才有说过的了。好，因为好，接下来别想布施是实际的利他行，它是一般而不纯正的了，而不纯正的动机。外这一部分在注九十又说到真无知道有七种哦，不要这个要如法布施，那这个七种就是悟，就是不要哦。这底下这个几种就是不如法布施。好，即使是善间布施哦，也是身外的身外物的牺牲，不如持戒。五圣供养的布施主要就是那个财布施，而且是外财的布施，不及持戒的功德。因为持克己就克制节制自己的烦恼，使自己的行为身口行为嘛，或者说三业还有三业的行为，能够合以人间和乐和乐和乐善生的目标。人自他和乐主要就是身口行，身口行外在有克己利他兼能持境界。希望各位能够相关的去，我常这样说，就是在佛的导师的著作当中呢，要整体的有那个整体架构在说前体佛法，而且跟修行有些连结上很明显的联想，主要是在说明前体佛法。前体佛法当中呢，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的，那圣道当然以正见为前导嘛，说的就是成佛之道跟佛法概论啦。而佛法概论呢，佛法概论基本上如果要跟可以做一些比较的，就可以跟阿毗达摩做一些比较。因为佛法概论，但是在佛法概论当中不单单说这个佛法概论的前身就是阿含讲要嘛，但是佛法概论你看到，第十九章会说到跟大乘有关系，其实这一部分也是在阿含当中也可以看到了，尤其在那个本身谈当中，在阿含也有说到啊，也有说到，譬如说那个世尊说他往昔生中多行空意嘛，还有大乘的那个就跟空菩萨道的那空，不是从无常下手，从空无我下手的，包括在世尊的法会当中还是有菩萨对吗？还是有那个至少有那个弥勒菩萨，还有在家众很多很多的，包括出家众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有那个菩萨根性的，菩萨根性的，尤其是本身谈对吗？那个所以那个第十九章可以说，导师说那个就是依着龙树论是贯通阿含跟初级大乘佛陀间的吧，所以可以说是把那个阿含的那个圣意本怀彻底的阐扬开来，要把它彻底阐扬开来。当然就是依着那个龙树论嘛，这个导师在那个自序当中说的非常明白，这个阿含经呢不能依着否定大圣的小乘学者，或者是大圣别有法门的大圣学者来解释阿含经的，所以导师是依着什么？依着龙树贯通大小来说明阿含的深意本怀，世尊的本怀，阿含的深意嘛。所以希望这些呢，而且所以我刚才说到，所以佛法概论这个要跟一般的我们说一般三藏当中的呢那个阿毗达摩可以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阿毗达摩我想了各位南传也有嘛，那个如果以我们汉传来说的话，可以跟那个俱舍论做一些对比。
我们阿毗达摩他属于重视在分析，分析。你看看导师的著作当中，分析当中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那个，就是他的纵贯，就和合、综合分析之间呢，导师他是他这个各位可以去做一些对比了。而在那个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各位也能够之间的互相的真明真相呢。佛法概论它会属于那个，相对来说，佛法概论它的那个还是依着佛法概论的那个义理，还是依着性空唯明系，就是阿含经呐、啊，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来说，一切的法相，还有所有的义理，义理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嘛吼。他如果去贯通的这一部分，就能够深刻的把阿含经的深意彻底的阐扬出来，不单是深意，还有佛陀的本怀佛陀的精神，这里展开了，这可以跟阿毗达摩做一些对的，做一些观察，这样就会更深刻的看到，更深刻的看到导师抉择佛法的那个，从那个整体的那个不离开，就是整体在一切的那个一切的差别万象当中呢，导师是以有情，有情当中的人类为本，那第三章就特别提出来，那最具体的，然后再来说明他的惑业苦，对吗？那苦先说到苦，然后再说到惑，再说到业，然后再来说到整体的。这样说完之后，再说到内心，说内心或者外那个气世间，不会像那个阿毗达摩，他一下手他就把它分析分析。导师是问整体，就是为从最具体的是整体，就像友情是最具体的，然后再分，然后接下来才会依着这个。就像整棵树林，然后不离开树林来去分析，来去看到各棵树，只有树林也不够，要看到每棵树，但是每一棵树不能够离开树，这个宏观的那部分，希望各位能够细细去体会。我说像现在南传啊，观察那个观察的观察，你看到毗婆舍那，他是不观察概念法的。概念法他不观察，你看有情他也不观察。但是以大乘来讲，你看到、哦、有三种假：受、名假、受假，还有法假，对吗？受假就是一般说的，一般南传的、啊、概念嘛，复合物嘛。但是你看，像中论来讲，很多者啊，什么染者呢、啊，去者，那个者就是那个相对来说就是那个有情。所以希望。所以他这个就可以看到那个阿毗达摩的分析，他会分析到那个，其实真正在受苦是最具体的是友情，但是在以这个整体就是不离开友情之下来观察友情的应处界，那友情应处界，应处界那就法假，法还是假，它不是究竟法。以佛来说，然后就是性空明系或者是阿含来说，它还是法还是假的啦？因为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嘛，还是法假的，所以这些都可以做一些对比。啊，那个佛法概论也能够跟成佛之道做成佛之道涉得更广了，涉得广可以说以成佛之道为大架构啊，然后那个佛法概论能够更。生系的来就补充到那个从此到整个大架构。好，就接下来就要说到，但是很快的跟各位说到，就是能够去做对比的，可以跟阿毗达摩做对比，还有包括说为什么那个导致在《佛法概论》以阿含讲要为主要的，但是会涉到那个第十九章的大乘的这一部分，可能也可以看到。那个世尊他是深入浅出嘛，深入浅出之下，其实我们的深入的那一部分，也可以把它充分的阐扬出来了。那充分阐扬就是初级大乘，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阿含世尊的本怀啊。所以禅定哈、哦，禅定一般来说持戒还是偏于身语的行为嘛，因为自他而乐啊、哦。
所以如果是那个修慈悲喜定哦，尤其在家中修慈悲喜舍定，它可以降伏自心的烦恼，而且扩充对一切有情的同情，所以这样的道德的进化长养是更难得的了，更难得。虽然不能够正觉解脱了，因为现在还不是，因为只有定不能够正觉解脱，但是它可以是成为解脱的方便嘛？哦，我们一定要止观。最低的定，最少要有最低的定，所以能够成为解脱的方便。布施持戒可以升人天，这个布施持戒可以升人天，这个天哪、啊、是一阶天哪、啊？布施持戒可以升天，这个天是一阶天，主要就是那个哈，那个第几天呢、啊？相对来说呢，因为跟我们人更有关系的。那布施持戒可以升一阶天，一阶天的那个第几天？更可能。当然天那个一阶天都可以了，但是要升色界以上的天，一定要修离欲，离欲那欲离欲的成就不可能哦。这个哦，就一阶天，如果只修布施持戒，不能够还是在一阶天。那修到要到色界天，一定要修禅定。但是从正觉佛法来说了哈，正觉佛法来说，禅定是独善，然后一直取它就升天，所以不足什么？不足持戒。如果以正觉的话来说，不足持戒而生于人天的稳当。好，这相关的那个成佛之道，我都把它放进来了。所以呢，布施多灾感，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我们不是在五上供华章的第一个偈颂，就是呢，圣境不为难嘛，哦，依人向佛道。而且在五上供华章就要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这样。好，接下来会更说到正常的经济生活，对，以下三者了，就更说到人间的现实生活。这我们刚才在说明大纲目次的时候也先说到。这里注脚16就会特别说到为什么那个经济生活会特别特别的，导致会在这里特别特别提到了。在六合敬当中，你看也有利合同敬什么。这个是属于你看到、哦、见合同解，见合同行，利合同见是合合的本质，合的本质。所以那个你看这个利合同见就关于经济的了。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第一个偈颂就是先修于正见，修于正念。其他注脚各位自己看相关。好，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导致几经文嘛，有四法，关于经济生活是什么办法？好，这个正当的职业基本上这些了哈，还有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就是国家允许，国家或者一般社会允许的正常职业就这些。至于这个就要符合佛法，符合佛法。关于那五戒，比如说在家中守五戒，有违背五戒的那都不行哦。还有关于那个，这个都跟迷信有关系的，是吗？这些跟迷信有关系的。啊，这些呢，哇，这个叫那个经济，那不老实，对吗？那不行，这个都不行的，剥削的那不行，都是不正当的啦。跟佛法有关系的也都不行，佛法禁止的也不行。你看卖酒，你看这都世间都允许对吗？还有这饮相关的有些的，那个像那个色情的行业等等的啊，或者是色情的那个刊物，哎，在世间哈，世间现在好像都可以了对吗？包括杀，包括如果杀那个相关的，那屠夫啊，杀宰羊宰那些，那世间都允许嘛，但是在佛法那不行不行。这些都是不正当的了，
特别像这些咯，像这些借助证，他在政府当中有势力，借助这个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欺压民众，而借助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欺压政府，从中贪污等等等等，这都是不行的了哈。包括佛法当中啊，你说为了父母也不能够不足法取得财物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足法取得财物，你已经就是不道德了，对吗？不道德。所以在这里佛法是这样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做得清楚的。好，其他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守护祭祖善知识祭祖。那导师也急了，善生经说到六种，当中有一个恶有，对吧？恶有。要量入为出了，正面就量入为出。不要浪费，也不要牵连。在家居中啊，在家居士就是要适当的享用，因为在这个世间适当享用，但是不要浪费啊，浪费，不要吝啬。还有他会就会把那些财务的适当的分配。可以分成几等的、有些就是日常生活要开销的，还要我们自己还要去提升我们自己自修嘛，就是那个工作能力的，还要有一些储蓄，还要有一些布施啊，这些希望就说到这四类。老师说到那个提示的正常经济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是非常适当。哎，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有疑惑，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啊，现在呢？现在？我想是这样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现在的那个社会环境啊，现在社会那经济活动更多类。啊，因为这个是具体提出来的嘛，所以这四类我也是非常适当。如果现在的啊，如果依着具体的那个，因为现在更复杂嘛，所以要提出具体的话可能会更多。但是如果说以这个原则性来讲，不能够离开这四类的。但是如果说以那个相对于现在的更复杂的话，他可能如果世尊在这个时代，他可能会不单单这四类，他可能会相对的会提出更多，因为那个事项嘛，会事项会更多。但是我想整个的那个大那个原则性的这个四类，原则性的四类可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他可能会提出更多，不单单是四类，因为复杂性更多嘛。可能可以这样来理解他的哈，啊，至于社会的，先总说嘛，因为要和乐生存在社会，那个要各尽各的义务啊，否则的话，那个社会就乱了，对吗？和都谈不上了，何况是乐？要和和才能够安乐嘛，所以和乐尽，和和安乐之下，不要只是这样和和安乐，而且要进一步的来进化了。六方里列尽于佛那儒家的五伦，好，善生啊，善生长者子，他们遗传的宗教礼拜六方天地四方，那就是六方嘛，上下六方，佛也叫他伦理的六方。那我们天地四方就是空间的那个六方啊。师尊叫他伦理的六方，所以把它净化了。然后这个我们也说，刚才在总说的时候也说到了。好，关于就是导师特别说到了，对那个亲友的摄受，要以四事来摄受，四事就是四摄法嘛，布施、爱以、力行、同事。这是社团
领导者所必备的条件，对吗？有菩萨嘛，要也是设法来化导有情，也是这个德行，就是一般的施设法的推广，对吧？你看，包括布施嘛，如果说布施的话，一般的是重视在五圣共法了，一般，或者说他的财施或者是法施，他也是一般的世间的知识而已嘛，哦。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他会更深广的去推展他。主仆之间关系啊，主人特别指导主人对于仆役啊，给予适宜的工作之外，要适当的工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之外，还要给予衣食医药，还要随时好有好吃的东西是款待他，对吗？还要按时的休假。哦，这在古代社会是够宽和体贴的，你看，真不容易。所以世尊的依法的那个教说，那个从政出教的这些都可以看到世尊所正道的那些表现出来的。特别在六方当中，特别导师把那师弟宗教师与信徒的关系然后在一起说了，所以对那文化学术的重视，对吧？在古代啊，宗教师也有他很，在古代啊，宗教师是可以有他的知识面，对吗？知识，所以那文化学术的重视。好，关于这一部分的，我们刚才也有说到了，都是依着经文来说的了。啊，这一部分就各自己看就可以。关于那个注脚，各位可以去看，他会更能够去理解内容，包括说本为印欧拓展统治的遗痕，他其实那就是前面说到的了，就是佛法概论第九章说到。好，关于特殊的信众性，特殊信众性，我们先看注脚36，因为声闻弟子也有两类，一个是在家弟子，这个声闻哦，声闻是出世间的嘛，哦，所以他提出这个在家，他是声闻弟子，然后这个无法具足啊，就三圣共法的正常行，就是说这以在家众来修学佛法，关于家庭社会生活，大抵如上所说，哦，就是前面嘛，哦，前面说到的。另外有独特的行持，才能够超过一般的人间正行，向解脱。五种，还是依着阿含经说到的，信具足，就是这特别提到对于如来的身正性。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呢？因为佛为法本。佛为法本，法从佛出嘛。佛为法本，就法。佛为身前的上首，你看到，哦，三宝当中，你看。所以佛是法宝的根本。佛是身宝的上首。所以对如来应有坚信的信仰。而信心是怎样？生人乐意。生人乐意，心静为信，就是信心是心静为信，心静为信，那个心静为信，那信心它的生人就是有了生人啊，有了生人，生人是智慧嘛，就圣洁了，有圣洁之后就有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就有乐意。所以是即刻信解而又愿求实现的见性，深刻的信解就是这个，又愿意寻求实现，就是乐意的见性。因为信心是以心静为信嘛，就是见性，这等于八正道的正见正知。
正见相关来说，正见就是生人，正志就是乐意，什么乐意自愿嘛，正志，这个就正思维了，相对来说就是正思维。这个啊，在注脚三十八，这个就是在说明，你看生人引发现心的因缘就是圣解。信心所引起的成果，就是有信心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就是它的果是什么，就是乐意。引发信心的因缘就是生人，就是这里，所以生人乐意。相关的这一部分，希望我引了不少的文，对吧？那两个没有，也没有不少，就两个。在这里啊，正志就正思维，有时候翻成正志嘛。所以我刚才说到，那正思维不单单是理智编的，还有行动编，就是情意编。情意编就是正志。好，接下来就是戒记主。五戒不单单是止恶，而且是行善。止恶就是不杀生，行善就是护生，更是进一步去行善，就爱护生命，就是护生。除了五戒之外，有八关斋戒，对吗？另外要彻底离男女的淫欲，要进行优婆夷，否则五戒就是不邪淫，对吗？八戒呢，虽然是也是离淫欲不淫，但是它是一日一夜啊。有的是，就是彻底远离，就是一生啊，一生都远离他，叫渐行优婆夷。他说你终渐行优婆夷了。八关斋戒只是因为没有出家嘛，又想是能够效法少分的出家行，所以有八关斋戒。接下来就是四季主。而施具足呢，这个这边说到了心住非家。什么叫心住非家？虽然是在家，但是要心住非家。什么叫做非家呢？就是不做家庭私产想，所以能够布施的。在家心中要需要去非家，才能够成为出离心，成就出离心而向解脱嘛，向解脱。因为这里是说特殊的心众心要解脱，所以那施具足，这个施具足就不是那个，就会比那个什么，比那个那个一般的世间行的那三无业的施还是有不同。这里是要心住非家，咱就不是。不做思禅想，而且布施。而这布施呢，有那个属于敬虔是吗？这个如果以成佛之道，就是尊敬心，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敬虔。如果是悲悯心呢，悲甜呢，所以我们悲悯心除了这些布施于孤苦病贫病的这些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悲田啊。也有布施在哪里谋公众福利的啦，公众福利。然后这里把它分，这里我把它用上标 ,A 当中这个，那个悲田跟敬田我把它放在阿拉伯数字一了。至于这个那个公众福利的这个把它放在二。这样比较，因为有随顺导师的这个分号，也可以有一二三嘛，也可以这样。然后这个上两种就是八正道当中正一道正名，这个上面也说过。好，这个我们刚才在说科判的时候也说的，这里啊，你看呢，
这个布施持戒是重于培植福德的，但是不单这个还不能够出世间，对吗？要得到佛的正知正见而进求解脱，就是在当然要有福德啦。如果这个福德就是关于那个道德方面的，因为有道德显才能够有那个福德嘛。但是所以你看哦，三学都要戒才能够有定慧，对吗？八正道也一样啊，正见正思维之后呢，还是要有正语正业正命等等的，对吗？所以要有福德，但是要解脱呢，一定要有正知见，把这些有那正知见呢，让这些的善法呢能够出世间。如果没有正知见，我们这些的善法呢，就是人天功德，所以要闻法了，闻法闻具足，当然以闻为主，但是可以设十慧了。你要观察甚深微妙法，可以设十慧。慧具足呢？慧具足则正见进到正定，就是可以设法随法行，那就是什么？是修慧的。好，刚才说自利利他也有说到。这还是重于自利，如果能够自己这样行，又教人这样行，能够自安慰，又能够安慰他人，那真正能够安慰自己，就是有法嘛，法才能够让我们安住，这才是真正的世间难得者了，威德显耀的世间难得者了，所以还是自利利他。所以各位要做菩萨，要做。各位要做居士，要做大圣居士，大圣居士。你看哦，在这个地方哦，你看哦，连那个声闻的优婆塞，你看都还要自行教人行，自利利他行，对吗？其他的相关的注脚的这一部分，说放的不少，各位去看它。无法之外，如果要修的话，修禅定就修四无量定。这个可以，你可以看到，我刚才一再强调，你看人天行有布施，那个特殊的信众行也有布施，布施跟慈悲就有关系，所以要修定就修四无量定。好，接下来那个方便行就是六念。好，我们来看。主要是为了信众说的了，有几例子对吗？几例子，几例子，这个各位去自己可以看。你看哦，叫六念，你看，其实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六念行哦，虽然是他力，但是哦，还是可以看到自力哦。你看了、哦、这个三宝的功德就是。三宝的功德，而我们也归了三宝。三宝功德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我们自己也归三宝，而且我们是在三宝当中怎样布施自己哦，自己布施，自己持戒，自己布施是吗？我们在三宝当中自力的去持戒，自力的去布施，有这样的在三宝当中去修布施持戒。有这样的功德之后，哎，我必然会升天得到安稳，是吧？这个是随顺的，因为随顺这个升天而得到，那随顺世间的啦。否则哈，有佛法的真意是这个人天不如人，天上不如人间的。哎，这里特别说到念佛非常发达，这些注脚各位可以去看，相关的注脚了，相关注脚各位去看的。那注脚后面不少，对吗？希望能够跟本文能够连接得上，然后这也就特别说到了，这是供一般宗教的他力寄托了。好，接下来像这个特别魔幻，我们刚才在大纲诵的时候也说得清楚来，这各位可以自己看，我有放了一些注脚，各位可以看的。好，
关于这个摩诃难的这个佛弟子的损己利人是怎样的悲壮？这个当然，你看喽，这可以说到，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财布施有内财外财，对吗？啊，这个就是内财了，损己利人，然后多么悲壮！你看在家这真是，然后这个注脚52也放了一些，也放了一些。希望这些注脚能够帮助到大家对于内文的更深刻广大的理解。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